listening to this. Get ready for the perfect summer film.不知道刚刚那个视频看过之后，大家有没有想起当年《终结者》系列电影当中的那一只恐怖魔爪呢？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玉泉校区的机械电子控制工程实验室，在这里面就是诞生了刚刚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一只铁爪了，而这扇门背后就是那只铁爪诞生的产房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实际上是一个机电一体化一个装置一个结构。一开始最初做的是金属的材料，现在我们用一种塑料的这个结构来进行改进。很开心，就是每一个功能都是能正常的实现。肘部智能康复训练外骨骼由浙江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研究生毕谦、本科生邓学磊、张俊川设计，可以帮助中风等病症患者实施康复治疗。它可以穿戴在患者手部，使动作精确、量化、可观测，并能建立数据库，为医生提供全面量化的分析依据。人手是整个人体当中最灵活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上面，能够运动的关节能够有20多个那么多，但是受到空间的限制，受到一些设计方面限制的话，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只做了8个自由度。仿生设计一，外骨骼仿生设计，参照成年人手部骨骼国家标准，将外骨骼运动范围与人手真实运动范围进行对比实验，以实验数据指导设计过程。仿生设计二，结构仿生设计，进行仿骨骼设计，同时加入传感器等部件。仿生设计三，自由度仿生设计，以人手骨骼为基础进行合理简化，通过6台电机实现8个自由度的运动。功能一，实现指定轨迹的康复训练，患者佩戴后，外骨骼在程序的控制下推动患者手部运动，达到舒展按摩的目的。功能二，可自动停止施力的抓握训练，当抓握中手指接触到硬物产生阻力后，位于指腹部的传感器会将信息传递给计算机，外骨骼动作停止。这可以模拟抓握过程中手指施加足够力后停止施力，防止外骨骼过度压迫患者手部。现在他的机械手推动我的手臂在运动，运动过程中我握紧硬物，他突然停止了，我放松之后他接着运动，再握紧停止了。这样一个项目的话，我是从大概200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准备开始构思的，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机器或者装置来为这些手部有伤病的人来做一个服务。一开始最初做的是金属的材料，从刚开始到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保证了平均大概就是每年一个左右，那到现在的话这应该是第5个了。现在我们用一种塑料的这个结构来进行改进，对于我们来讲它就是质量比较小，所以说穿戴起来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更为的方便。希望它的这个加工精度能够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装配起来还是就会比较容易。软件编写嘛，初期主要就是对 LiveView 这个软件不是很熟悉，后面嘛主要就是说数据越来越庞大呀，然后功能越来越多，需要所添加的模块越来越多，也需要连的硬件外部硬件也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一个机电一体化一个装置一个结构，它对知识的需要的话就不光是机械控制，还有一些电路原理，还有包括一些数学各方面知识。那对于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那当然最大的困难就是自身的一个不足和一个不断学习过程。手部智能康复训练外骨骼已于2011年10月亮相挑战杯机器人大赛，相信来自浙江大学的科技创意能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人。